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佛教的智慧和慈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主题，我们的讲座的主题是健康与学习，或者是健康的学习。为什么我们安排一个这样子的主题呢？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学生，然后呢都是中学生。在一个人的成长和生命的过程当中，中学这个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我们一生的这个黄金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学习应该健康的学习，健康的成长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从佛教的角度给大家介绍怎么样健康我们的心灵怎么样健康的发展，健康的学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给大家安排一个这种讲座。那么首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什么样的种族我们都是人。那么人是以什么东西构成的，我们自己的成分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成分，是比如说这个建筑物它是以钢筋、水泥、玻璃以及其他的建材构成的那么我们人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物质方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精神心灵，就这两个构成的那么这样我们人是肉体和精神构成的那我们要健康的成长，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我们的肉体也要健康的成长第二我们的精神心灵也要健康的成长这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的肉体不健康，那么也会导致很多的痛苦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我们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肉体导致的，比如说我们的肉体生病等等等等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不开心那么另外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精神没有得到满足比如说我们的肉体方面呢我们的物质生活各方面就得到了非常好的满足完全就可以满足了他的需求。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不开心不幸福，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原来就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灵没有得到满足
那么没有得到他的没有满足他的需求啊，这样子以后呢，同样让我们不开心啊，不幸福不快乐。这样子的话，我们同学们大家要知道啊，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信仰啊，或者是有信仰或者没有信仰啊，或者是我们比如说信仰佛教、信仰基督教以及信仰其他各种各样的宗教啊，都没关系，主要就是我们需要健康啊，健康的成长，健康的学习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也许有很多人说，比如说啊，我不需要佛教，我不需要其他宗教，或者是我所有宗教我都不需要，有可能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啊，我不需要幸福，我不需要健康啊，没有这么讲。那么健康对我们大家来说这么重要，那么这么重要的话，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更加的健康啊？我们在学校一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啊，学习的同时呢也可以健康啊，健康的学习，这个我们怎么能做得到呢？佛教在这个方面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今天就是要讲的话题啊，就是这样子。学校啊，很多地方的学校的学生的心理还是有很多很浮躁的。虽然我们中学生可能年纪不大啊，心里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比如说大学啊，很多地方的大学的学生啊，心里有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没有解决我们的心灵上的问题，然后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啊，这样子最后的不健康的想法，还有不健康的这个不健康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像校园暴力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某一个学生学的比我好，他的成绩比我们自己好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同学不能接受，然后呢，不仅仅是在心灵上不能接受，而且就会有一些过激的这样子的这个极端的行为很多时候都会出现过这样子的事情等等那么这些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需不需要解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需要解决，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用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心理这个心灵的不健康心灵的不健康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某种观念某一些观念或者我们自己某一些事情我们想不开想不开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灵不健康。那么心灵不健康以后呢我们的学习上面就会退步学习会退步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学生都要高考到时候要进入这个大学然后呢我们可能很多人也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全国一流的学校甚至是国外的西方的一流的大学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梦想，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心理不健康，心理不健康的话就很快就会退步就是有很多学生一开始就是比如说在西方也是一样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黑人的学生啊，黑人的学生，然后呢他就考上了一个美国的一所啊一流的学校啊，一流的大学，然后呢他就到了这个学校以后，他一开始的时候呢非常兴奋，他想就在这个学校好好的学习啊，要拿到很好的这个成绩啊，这样子。然后呢在学校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心理就开始出问题了，这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出问题了。那么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他最好的这个解决的方法，他就去找心理医生，找了心理医生。找了心理医生以后呢，心理医生就给他吃药，让他吃药，然后吃了这些药暂时解决了，但是呢这些药也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最后呢这人就是越来越退步，越来越退步，学习上没有任何的成就。最后呢他书读不下去，书读不下去了以后呢，然后就退学了最后就退学了，是这样子这种事情呢很多地方也出现所以我们在中学的这个时候还有大学的时候，心理的健康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虽然没有大学时候的那么的这个复杂，我们的心中学生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中学生也有很多时候是有不开心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我要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的同学谁回答那都可以，我们大概就是需要3到4个同学我想两位男生两位女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给大家讲今天的课。那会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当你们不开心的时候我们今天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开心的时候因为老师的原因、家长的原因、学习的原因、生活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大家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那么当你们不开心的时候呢，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方法是什么，有没有方法就这个问题了，非常简单请大家就是我们选4位同学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进一步讲大家不需要紧张我们很轻松很自在的交流然后大家说一说谈一谈，当我们自己遇到了特别难受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呢，你们平时在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不开心。好，就这个问题希望我们4位同学讲一讲自己的方法。大家好，我是 ES2 班的人，然后我会用听歌方式来解决不开心的时候。大家好，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呢，我会去睡觉，或者是找我可以相信的人去诉苦，然后等到我的心情平复下来，才去想办法去怎样去解决问题。在课业上，如果遇到难题的话，我会向朋友求助。如果真的遇到不开心的事的话，我会听一些歌，不然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东西。
大家好，平常我不开心，但是都是看书跟听歌那些的，来放下我的心情。谢谢。好好，谢谢谢谢四位同学的参与啊。那么我们刚才听出来的就是第一个方法呢，听音乐啊，隔音乐啊，通过这个方法让自己的心啊平静下来，这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跟自己的朋友讲。主要是这两个是吗？是吧？好，睡觉，睡觉，睡觉，看书。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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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好，这四个方法，这四个方法都是比较健康的。那么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几个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怎么样解决这个方法，希望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呢能够用得上。首先第一个刚才有些同学说这个不开心的时候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把自己的事情讲给朋友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朋友大家要记住朋友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要有知心的朋友这个非常的重要朋友很多时候就是朋友呢就像一个我们的手机的充电宝手机的充电宝，朋友就像手机的充电宝，我们的手机没有电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充电宝来给手机充电，我们的手机没有这个电的时候，用充电宝来这个充电，所以我们的朋友呢就像一个手机的充电宝一样，所以当我们遇到比如说心情特别的低落的时候，特别难受的时候首先不管是我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是我们社会上的人都是一样，首先第一个就讲给我们的朋友听，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方法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这样子，这是非常好的方法。但是有一个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上这样子的朋友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比如说像美国美国十几年前呢每一个人平均就有三个这样子的朋友，每个人平均有三个这样子的朋友。比如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把全部自己的这些因事全部可以讲给他听，没有任何保留的能够讲给他听的这样子的朋友呢，基本上一个人有三个这样子的朋友。然后呢十几年过去了以后，现在呢现在一个美国人就这样子的朋友平均就只有一个半一个半以前有三个了，那现在就只有一个半。再往后这样子的话，那一个半也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对手机我们对手机说话，跟手机交流，我们跟电脑交流我们跟身边的朋友老师同学父母交流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我们整天就是用手机用电脑
这叫做人机对话，人和机器的对话，我们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人跟人的这个对话呢很少。但是这些机器啊，到时候我们很难解决我们的真正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好朋友，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每一个学生啊都在这个中学期间呢要找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呢到时候啊不开心的时候啊，那么把自己的不开心的事情讲给朋友听，这也是一种发泄啊，我们心里的所有的不高兴的东西呢讲给朋友听，讲完了以后呢我们会感觉到比较轻松啊，感觉到比较轻松，这个是非常好的方法啊。刚才我们有几位同学回答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用这个方法，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以后啊所有的同学都可以用啊，心理学上啊，心理学和佛教都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要讲给朋友听。好，这是第一个非常健康的方法，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第二，我们刚才同学回答了这是听音乐听音乐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这也是非常好的方法，音乐能够让我们的心静下来有这个帮助这两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方法。然后第三呢看书看书那也是非常好的看书，然后我们从书里面呢看了书以后，我们的心就专注于全身关注于这个书的内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也就不会去胡思乱想，会心会静下来，也是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呢睡觉好像说了睡觉但是睡觉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是很难能够睡觉不开心的时候呢很难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想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睡觉那这个就是说明不是很难受不是很糟糕否则的话比较难但是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睡眠吃一些药，比如说像安眠药之类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健康的不能这样子除了这个四个方法当我们这刚才讲的四个方法当中前三个是非常好的佛教是非常认同的，心理学也是非常认同，现在很多人用这些方法了，希望大家以后也就用这些方法来解决第一个给朋友讲第二个呢听音乐，第三个看书非常好，这三个都非常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个不健康的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有些人呢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处理，但是不好的有不太好的作用有几个给大家讲讲。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学生是有学习的压力那么老师也有压力社会上的人都有压力，所有的有压力的人喜欢吃甜品甜食甜的东西，然后甜的东西我们吃了以后呢甜的东西吃了以后呢可以让我们减压有一点点帮助，所以呢这个有压力的人呢经常去吃甜的东西，我想可能学生里面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方法，因为甜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呢然后就是会长胖，然后得很多的病西方有很多这样子的肥胖的人
那么肥胖的人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心理不健康。那心理不健康的时候呢去吃很多甜的吃很多甜的，让自己减少这个压力。压力暂时减少了，但是呢负面的作用，负面的作用呢就是就这个肥胖这样子。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去了一个日本的学校日本的学校，然后呢日本的大学然后我又问大家怎么样什么样的方法处理，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同学就回答说他不开心的时候呢就是吃甜的吃甜的这个是不太好的，希望以后我们不要这样子，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比如说我们学生一般不会这样子社会上的人呢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就酗酒酗酒喝很多很多的酒这个非常不好的这个处理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处理的话，那就是有太多的这个副作用，负面的作用。然后第三有些人呢就是有这样子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呢，然后就去吃药，看这个心理医生。然后心理医生呢会开药，心理医生的很多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吃药这些药吃了以后呢稍微有帮助但是呢这个帮助就吃了药以后有虽然有一点点帮助，但是有很多的负面的作用吃了以后，长期吃了以后，我刚才讲了一个学生的一个黑人的学生的例子，就是因为心理医生给他开的药他长期吃这个药以后呢，然后他的智商越来越低最后呢没有办法读书最后就退学了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不健康的心理不健康的处理方式第一个吃甜的，第二个酗酒然后呢第三个就吃很多的这个心理医生开的这种药这三个都是不健康的。然后接下来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处理的方式那么健康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在美国现在开始在小学里面呢开始打坐禅修小学生有禅修，那么小学生就通过这个禅修就完全可以减少这个学校的学生的压力比如说学生的这个考试的时候每当这个遇到考试的时候呢，学生的压力都是很大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通过科学的研究通过这个学生的唾液化验，然后就看学生的压力大不大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发现每一次开始考试的时候呢，然后学生的压力都很大那么后来呢就在学校小学里面呢开始这个大坐禅修，小学大坐，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大坐呢现在已经是西方已经认可，科学也就科学和政府都已经认可了，所以呢允许在他们的学校推广，所以大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通过大坐，比如说我们小学生中学生的话更加能够容易这个接受这个大坐的方法。大了坐以后呢，我们的心可以
逐渐逐渐的静下来啊，这是非常好的。我想以后学校里面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大家啊简单的学一下这个禅修啊，学一下禅修，然后呢啊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啊，学生自己不开心的时候呢，然后就静下来打坐啊，五分钟、10分钟啊，这样子的这个时间啊，那么完全是有帮助的，非常非常有帮助啊。这个因为这个小国呢啊，科学啊反反复复的有实验的结果呢，就是啊，禅修完全能够控制我们的这个啊。负面的这个情绪啊，所以啊，学校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学生啊打坐啊禅修啊，这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方法。那这个禅修呢啊，有很多不同的禅修，但是这个禅修当中啊，我们可以学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禅修，比较简单的禅修。这个简单的禅修呢啊，完全啊能够啊帮助，完全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啊静下来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啊，运动啊，学生啊，就这个运动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啊，运动啊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也是有帮助。佛教也好啊，心理学也好，大家都认为我们不开心的时候呢，通过运动来把我们的注意力啊，把我们的注意力就专一啊，把注意力专一，这个很有帮助了啊。对学生来说，运动是非常啊这个适合的。在日本啊，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同学啊，他说啊，就是近两年呢，那么他的家里啊，陆续的有三个人啊自杀了，有三个人自杀了啊。然后呢，他就是承受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啊，然后呢，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啊解决心理问题呢？就是通过运动，然后运动能够让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最终呢，他就到日本的这个寺庙到了日本的寺庙去学习禅修。那么这个对他有很好的帮助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如果我们比较喜欢坐下来的人，静下来的人那就可以禅修禅修是非常好的。如果不太喜欢坐喜欢动的人那么就可以运动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完全我们都用得上是一个很合适这个学生的这两个都是非常好如果要这个禅修这样子的话，那就稍微要用这个训练一下首先是老师学习老师学习了以后呢，老师可以带需要一个教练这个禅修的教练或者是我们可以邀请社会上的或者是寺庙里面的比较了解这个禅修的方法这样子的人邀请在学校建一个这个禅堂西方的很多的大学都有这样子的禅堂他们陆陆续续现在开始做学校里面开始做禅堂然后这个禅堂里面哪一个学生有心理上的问题的时候呢去大坐静下来大坐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是很不开心的非常不开心但是进去了以后大坐回来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呢这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打坐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云中和打坐这两个是非常有用的。然后第三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比如说做一些利他的这个活动参加一些利他的活动，比如说心理不健康的心理不健康的学生、老师或者是社会上的人都是一样。我们每一天非常专注的用心的去做五个以上的利他的工作。利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别人的工作帮助同学、帮助老师、帮助家长，或者是帮助我们其他的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在这个当中呢，会就我们在做这个利他的这个工作这个当中，就会我们感觉到快乐，一定会感觉到快乐。表面上看我们帮助别人，我们为别人做事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个受益者，真正的受益者就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天做五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就是如果是已经是变成了这个心理疾病这样子的话，就我们先就需要办这样子的活动就老师带头做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让学生参与，然后到社会上去做一些适当的做一些这样子的事情。那这样子，那这个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能够帮助到别人因为我们的付出人家开心了、幸福了、快乐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看到以后呢，然后我们的心里都会很高兴的，因为每一个人的心底是很善良的，每一个人的心底是很善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快乐那感觉到快乐以后这个快乐就让我们的这个本来的这个心理的这个疾病或者是不开心然后呢逐渐的让它消失让它消失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这样今天呢就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三个这个不太好的情绪处理的方法这个就是介绍的意思呢，大家不要去用这种方法然后呢，除了你们的三个非常好的以外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推广的这是有佛教的证据，有科学心理学的证据听音乐跟朋友讲看书这三个都是非常好。在这个上面，然后我们刚刚讲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几个方法，禅修是非常好的禅修非常好。然后就是我们聚一些给别人有利的这样子的这个活动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运动也是很好这样子你们的三个方法然后我再加了三个方法，一共就是六个方法了这六个方法希望我们以后学生不开心的时候就用这六个方法自己喜欢哪一个都可以，哪一个都可以解决我们的情绪上的问题希望我们同学们以后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现在中学的时候还有大学的时候，会遇到很多很多不开心的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淡定要静下来
这个时候啊，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做任何决定啊。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特别的生气的时候啊，特别的烦恼的时候，大家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啊，不要做任何决定。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这些决定啊，都是错的，都是错的，都是负面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要做决定啊，先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啊再去啊做选择啊。这个时候不要做任何的选择，任何的决定。通过这些方法啊，把啊这个情绪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再去做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这些都是今天给大家讲的健康啊，健康方面的健康。然后另外一个啊，有了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健康的这个心力，然后呢，我们可以投入到这个学习啊这个当中学习。那学习我们啊，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呢啊天生啊就非常非常喜欢啊学习啊，非常的喜欢学习，任何时候都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特别喜欢。那有些人呢，需要这个家长或者老师的鼓励啊，没有这样子，那就平时都不太喜欢学习。有两种人啊。那么我们啊现在这个阶段啊，这个中学的这个年龄啊，真的是它会决定我们的未来的整个的人生啊，整个的这个人生生活。所以学生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啊每一天啊要利用起来，珍惜啊，好好的学习。虽然学习啊对不太喜欢啊学习的人来说啊，学习就是啊枯燥啊，有压力啊啊，然后等等，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啊，学习付出和未来我们能够得到的啊，那就啊不一样。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付出啊，有一点点的付出，然后未来我们现在的这个付出啊的结果就会帮助我们的一辈子。会帮助我们一辈子，所以要学习，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像我啊，是一个非常喜欢学习的人啊，学习呢啊，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啊，从小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我们有些人呢不想学习啊啊，喜欢做一些别的事情。都很好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学习，中学的时候不学习，浪费了时间啊，那么到时候啊，比如说考大学啊，然后我们以后啊就是越来越，如果我们的智商啊不够的话啊，很多人会被淘汰的，会被淘汰的啊。人工智能十年二十年以后呢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啊，开始工作的时候，然后人类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是被啊这个人工智能啊就取代了啊，取代了以后呢，我们很多人没有事情做啊，没有事情做，没有要去找一个工作啊，都非常的难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大家要努力啊学习。努力学习，如果现在不努力啊，未来到时候我们会恨自己啊，会内疚啊，会后悔啊，但是那个是没有用的啊，那个时候是一切都来不及。所以呢，我们现在虽然有一点点辛苦啊，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互联网啊，通过互联网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啊有多少个小孩啊，有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有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学习啊，我们可以去了解啊，了解了以后我们就有一个对比
啊，有一个对比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就会发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拥有啊，拥有已经是非常的、啊、非常不错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要感恩啊，对老师啊，对这个家长啊，都要感恩。那么我们啊，现在我们懂得啊，跟老师、跟家长、跟同学啊，有感恩的心。那么未来呢，有人会感恩我们啊，这样子。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啊，虽然我们的物质是非常非常的发达，物质非常的发达啊，但是呢，心灵上啊，非常的缺陷啊，心灵上就是非常的缺陷，而且这个心灵的这个缺陷啊，心灵上的这个极度的空虚啊，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现在人类这个生活呢，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啊，非常不平衡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失去平衡的一个这样子的生活。那这个生活物质我们大家非常看得重，然后也很发达啊，但是呢，精神我们忽略了啊，精神方面我们忽略了，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精神的健康，所以呢啊，现在我们虽然拥有物质，但是呢，我们没有啊幸福感，没有了幸福感了啊。人类的幸福感，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这个幸福感在下降啊，幸福指数在下降，没有一个啊民族或者没有一个国家的幸福感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都在下降啊。那么我们同啊这个中学的学生呢啊，现在这个年龄是自己有这个能力啊。独立思考啊，独立思考，大家去想想啊，我们为什么啊，为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交通啊、通讯啊，以及我们用的这些东西都这么的方便，这么方便啊，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幸福感呢？啊，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我们的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祖先的时候呢啊。做梦啊都梦不到的，但是这些祖先啊做梦的时候梦不到的，我们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是常用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幸福感啊，我们的幸福感没有我们的祖先的幸福感啊高多少，而且有可能我们的幸福感比他们的幸福感还低啊，而且我们的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啊，这个下降，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要去思考。这个原因我们刚才讲过啊，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因为我们人啊是精神和物质两个东西组成的啊，物质啊，所以呢，我们的肉体需要物质生活，这我们已经很多了啊。那我们的精神呢，它有它的生活，它的生活是什么？这叫做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啊，我们有吗？没有。精神生活当中我们念需要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物质生活我们知道啊，是需要什么呢？需要水啊，需要空气啊，需要食物呀， 啊这些都需要啊。那么我们精神生活我们需要什么呢？很多人说不知道啊，我不知道精神生活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现代人呢、啊、大家要知道，大家一定要发掘这个问题啊，我们在物质生活的领域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富裕的啊，但是无论是东方西方哪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精神生活的这个领域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贫穷啊，非常贫穷的。过去的富和贫是以物质啊，物质来衡量，拥有的物质多啊叫做富裕啊，拥有的物质少叫做贫穷。但是21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原来贫穷也不是这样子啊，
还有两个生活，我们有两个生活，就是因为我们人就是一半是精神，一半是肉体，所以我们有两个生活啊。如果两个生活当中哪一个生活啊，它解决它满足不了它的基本的需求啊，那么就是让我们痛苦，是一样的，都痛苦啊，这就叫做贫困啊，这就是贫困。所以呢，我们现在啊要重新的认识什么叫富裕，什么叫做这个啊贫穷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学生啊，我们比如说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啊，是未来啊这个社会啊，它会变成什么样，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就是以我们现在这教室里面的学生来决定啊，来决定。尤其是全世界一流的这些学校啊，他们在改变世界，过去现在都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的心理不健康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未来的啊这个社会啊，未来的社会有很大的负面的这个影响啊。所以呢啊，我们同学们啊，就是把这个啊这个扶贫啊，贫和这个富裕啊，我们也得好好去了解一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学生啊，希望大家做一个两个生活当中啊都是富裕的这样子的人啊，不要做一个啊精神生活就是一无所有啊，然后呢物质生活有很庞大的这个财富啊，这样子这种生活极啊严重的失衡的这个生活就不能让我们啊幸福，不能让我们快乐。所以呢啊，学生们啊，把这个把自己的未来啊，现在啊就要想好，我们要把精神和物质两个领域都要考虑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比较多啊，精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什么啊，怎么样去拥有啊，这个我们也要去学习啊。那么这个就是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完全可以足够赋予我们的精神生活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另外一个物质方面啊，那么就是现代的文明啊，也是非常的非常棒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这两个传统文化跟现代文明啊结合，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啊拥有精神方面的，然后拥有物质方面的，两个都是富裕的，要希望做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啊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这样子，这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自利利他啊，可以帮助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呢也可以帮助别人啊，这样子。我们的这个讲座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最后呢给大家念一下佛教的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的这个心咒。那么当你们呢就是遇到学习上没有进步的时候没有进步的时候，然后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念这个咒念这个咒，文殊菩萨的咒。这样子以后呢他会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不好好学习就光是念这个咒那当然不行的但是这个咒呢，这个咒就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智商到时候我们会有智慧所以学习上就不会需要付出太多的这个不需要费太多的力比较轻松的可以学习这个咒给大家念一下文殊心咒，这叫做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佛教的这个文殊菩萨他有时候带了一个宝剑
啊，这个宝剑叫做智慧剑啊，智慧剑啊，所以我们平时啊，学生啊，平时每一天啊，念一念这个文殊行舟啊，大家的这个学习是一定会有帮助的啊，非常有帮助。好，这个给大家念一下啊 ，Om Arabazana De。好，今天我们上午的这个讲座呢啊到此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原始的佛教就是南传佛教，在佛教里面呢叫南传佛教。现在佛教就可以分啊三种，一个是南传佛教，第二是汉传佛教，第三是藏传佛教。那么如果想了解南传佛教的话，最好就学一下巴利文啊，最好学一下巴利文，这样子以后呢就能够全面的可以了解这个原始佛教巴利文现在在巴利文上的这些佛教都是南传佛教，都是原始佛教还有一个，如果我们还不打算学巴利文的话，那就可以学中文学中文以后呢，汉传佛教里面有一部分的原始佛教的经典那个可以学。好，我是跟学校的科系主任，所以我本身有接触过汉传的，也有闭关过，然后我有接触过南传的那个泰国的，我也接触过，现在我开始接触这个藏传的，我觉得三个都很 OK， 问题是有时候会有没有冲突呢因为我有听过上次讲过你只要专一个就够了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念经回向给我们的那些冤亲债主比如说念什么经也好了，我本身是念金刚经的，而且不停，会不会有所帮助呢谢谢。好，非常好。第一个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这三个呢都是佛教学哪一个都可以，比如说学藏传佛教、学汉传佛教、学南传佛教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区别呢就是有一点点在这个比如说南传佛教的话，那就是为了解决个人的生老病死这样子的目的学习。然后呢汉传佛教和这个藏传佛教呢第一个当然要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要希望能够解决他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要发菩提心所以这三个如果一个人学三个也不矛盾，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取舍哪个可以做哪个不可以做，我们很多时候呢根据这个南传佛教的这个经典因为这个当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讲得非常的好根据这个
来要求自己，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学一些大这个像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一部分的内容啊，这样子的话他们之间呢也不会有矛盾啊，学的也非常好，对自己的修心也很有帮助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现在在念这个金刚经啊，那就非常好了，继续念金刚经啊，金刚经就可以帮助消业，跟这个元亲债诸的消业啊，还有就是增长自己的智慧啊，还有就是对元亲债诸和个人的这个忏悔啊，这都非常非常有用，所以金刚经是非常好的选择。谢谢谢谢。如果有一天我当出家人了啦，然后我对那个出家人不感兴趣了，我可不可以不要当啊？现在南传佛教啊，比如说有端起的出家，南传佛教有端起出家，那么南传佛教的端起出家呢，比如说你可以一个月两个月啊，一年都是可以的，你去尝试一下这个出家人的生活，然后呢再趁这个机会啊，出家人的这个生活和这个寺庙的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让人的心静得下来，在这个时候呢你适当的学习一下，然后呢一年两年以后呢你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回来啊，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佛家讲传到东南亚，什么？佛家讲传到东南亚。佛教是怎么样传到东南亚？佛教最早的时候呢，就在印度啊，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在今天的这个尼泊尔的境内，然后呢释迦牟尼佛成佛呢就在印度，所以当时呢佛教就在这个印度就在这地方，然后呢就佛陀还在的时候，就佛法就传到了这个斯里兰卡，然后呢那个时候后来的话就有佛教的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他们来马来西亚还有这个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把佛教就带到这个东南亚，然后呢在西藏也有很多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交流，所以呢那个时候藏传佛教那有很多很多的西藏人到印度去学，然后印度人呢也就很多到这个西藏，然后呢也有很多汉传佛教的这个像唐朝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又到印度去求学，然后有印度的很多的大德也到这个很多地方去传播佛教这样子逐步逐步这样子传到东南亚的很多很多地方了。谢谢谢谢。上师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这个当听到念诵经典或者是持咒这些声音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的心内心很平静，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咒语它的力量我们肉眼是看不到，我们耳朵也就辨别不出来它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力量，但是呢佛经和这些咒语都是由这个比如说觉悟非常非常高，然后呢慈悲心非常非常强大的这些人发明出来的，所以这个声音里面呢就有一种能量，这个用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加持，所以我们不开心的时候或者心情比较不好的时候呢，念经是非常好的方法，
它有这样子的加持，这叫做加持，能够让人的心平静下来，这就是它的加持。请问有一些人会放生鱼，然后那些动作有用吗？就能清空罪孽吗？就是放生鱼能不能够清空罪孽啊？他的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去放生，那这个放生能够帮助消业吗？就是清净我们的罪业。放生，它是以慈悲心。他是以慈悲心作为基础，然后就放生，所以他这是一个对这些生命呢、啊，他给了一个第二条生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助别人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完全是可以消业的，能够消业。第一个自己能够消业，第二可以帮助其他生命，非常好的。为什么有佛教？好，非常好。为什么有佛教？这个非常的重要。当时释迦牟尼佛他还不是佛，他就是一个太子，那么他的国家，他的父亲就叫净饭王。那么净饭王的这个。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就在尼泊尔就叫做迦毗罗卫国迦毗罗卫国。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小国家。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呢，他天天那个时候还不是佛，他是太子。那么当时悉达多太子叫做悉达多。那悉达多呢他天天都在，他生活在他的这个皇宫皇宫里面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出去了他要出去看一看，到城里去看一看。然后去看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有些人生病的痛苦呀死亡的痛苦呀，衰老的痛苦呀，然后很多的老年人没有人照顾呀还有很多病人就解决不了他的这个病痛的问题啊，看到很多很多人在痛苦，然后跟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生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他就像我虽然在这个皇宫里面过得非常好但是呢外面的这些人就这么酷所以我一定要去找一个能够帮助这些人的一个方法。然后他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以后呢他从王宫就悄悄地逃跑。逃跑了以后呢，他就到印度去学这个大坐修心，最后他就觉悟了，开悟了。他就发明了一个让人能够解决生老病死的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好的方法这个就是佛教的开始。那后来呢很多人觉得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意义的，有意义。所以呢佛教的这个传播佛教的传播它跟这个任何的政治没有关系。然后它跟任何的这个军事没有关系，然后它跟任何的商业没有关系不是通过政治的手段传播，也不是通过军事的手段传播，也不是通过这个商业的手段传播，而是纯粹是以这个慈悲心传播。那么传播到今天这个是为什么有这个佛教的这个问题的回答。谢谢谢谢。